这个，怎么了？不舒服？是有一点。我想找个厕所先。是肚子不舒服？前飞，定位时间到了，你先去吧。啊！我陪你去找厕所。不用。 我自己去就好，我陪你去。 纸巾吗？没事儿，你进去等我，哥哥去给你买。快去吧。 猪脑，你都加了，都好了。你吃啊，吃啊，吃啊！上次陈俊文来就死活不吃。喂，九点上了，怎么不上了？你妹她……我妹怎么了？你妹刚好身体不舒服。那怎么办？你问我怎么办？这样，兄弟，你帮我一个忙。 你帮我买一下吧，兄弟，你妹还是我妹，我去买。不是我当哥的也没一定要管这事儿。而且这几天我从来就不管这个。少废话啊！我现在在超市门口，赶紧下来。行，你陪我买。哇，这个。 用起来仿若没有错。小声点啊！